天美的自由。王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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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天上掉钱了？王妃，您不知道吗？您的远房表妹来探望您了。我哪来的表妹啊？夫人说的，现在正在大厅里表演呢。派来的人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知道他是组织派来的人啊？你们那群盗贼能培养出这种水准的古筝手啊？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除掉他们？不可，现在母亲已经认定他就是你的表妹了。好啊，是是。表姐，表妹，好久不见，我想死你了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你最近好吗？当然好了。文文啊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？亮亮啊，都表演完了。母亲，我表妹没有说我什么坏话吧？哪有啊，表妹啊，跟我讲了很多关于你俩的故事。哎呀，你们俩可真是姐妹情深呐！啊，表妹啊，咱们可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！哎，你找好下榻的地方了吗？还没呢，可是现在才40，我还想和表姐多待一会儿呢。表妹，你舟车劳顿出临此地，必须得先好好休息。相公啊，表妹可是我的真室之人，能不能带她到50里之外的喜来登大客栈住下呢？娘子说的是，我定当好好招待表妹。表妹走吧。哎，等等。问问啊，那个喜来登虽好，但是离我们家相隔50里以外呢。这要是每天来回，路上可要花费不少时辰呢。咱们府上的空房间不还多着呢吗？哎呀，母亲，我们两个要彻夜长谈呢，住在府里怕影响您休息。咱们府上的房间呀，隔音好得很。你看你们俩每天吵吵闹闹的，啊，我可从来都没有听到过。好了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老郭。把表妹的行李拿到客房去，我让膳房准备饭菜，给表妹接风洗尘。走吧，表姐，我们路上唠唠。好，好，好，走吧，走吧。真是劳烦姐姐您了。就不打扰二位叙旧了。4 3 2 1，刚见面就这么热情，不先把饭吃完吗？我怕这顿饭你是吃不上。
六王妃，文小姐，饭菜已经备好了。走吧，表姐，我们吃饭去。 来了，人齐了，起筷吧。怎么了，文文？这饭菜是不是不合你的口味啊？可能是方才帮表妹归着行李，手有点抽筋了。哦，哎呀，都怪我。来，表姐。 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娘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哪不舒服？哎呀，六儿，你这手怎么了？ 别随便扎了一下，没事儿，我让娘子先陪我去包扎一下。你们先慢慢吃，快快去，快去！这割伤一事可大可小啊！哎呦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你怎么这么不对劲啊？方才在房间里，我差点就死了。那门一关，他就开始倒数，接着他就开始攻击我。倒数？ 对，他明明有机会的，但是却没有继续。可能他动手需要什么条件？表姐，表姐夫，你们在这儿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没，我行李里有特制的药，想给表姐夫拿一点。我有个想法，你待会儿跟着我试试。谢谢表妹，你俩先聚，看我这手，呼呼的流。 我先走一步了。好。五四三二一，差点忘了，药箱上次是娘子帮我收的，还是你帮我找一下吧。 表姐，你这个肩膀挺紧的呀，是不是最近压力比较大？也还行吧。娘子，嗯，你就进去找吧。哦。 表妹啊，饭都还没吃完，你就跟了我们一路，够辛苦的。五四三，娘子，嗯，先帮我换身衣服，我不想待会儿弄脏了。可是你伤的不是手吗？不好意思，请回避一下。 没关系，我就在这里等你们。你这神神叨叨的是要干嘛？我找到他杀人的条件了。嗯？他杀人的条件是我二人一方，落单超过五个数。那完了，上个茅房的功夫，人不就没了？你还不明白？ 制胜法宝就是这个。你想揩油就直说，没必要拿性命开玩笑吧？只要我们形影不离，他就完全没有下手的机会。